买了辆法拉利，不贵，也就1000多万。前段时间我去了巴黎旅游，在那买了个手镯，国外买珠宝还挺便宜的。表哥，我今年可是考了全校第一名，以后学历绝对比你高。表弟，这是我来自俄罗斯的女朋友。表外甥，你还得保养保养呀，你看表舅这状态保持的。我老公呀，就是疼我，又给我买了个20几万的包包。走，亲戚哥，我们出去烧烟花，你有火吗？我刚好有打火机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我喝了两罐2.5块的可乐，他怎么算5块钱，不是3块钱吗？天气太热了，流太多汗了，我洗个澡去了。家人们家人们，就在我们直播间，历史最低价9.9块一个的翡翠手环。我刚刚共享单车好像还没锁。你这包怎么还掉色呀？我这包就是变色的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给我女朋友找个东西先。带你去哪里？合同不包括下一场。